惠子，前段时间你的功夫练得非常有长进，特别是那个力拳非常标准。今天我们进行第二阶段的训练，好吧？我教你点新的。今天太累了，不练了好不好？而且我今天还约了我朋友见面呢。哦，你约了朋友见面有事啊？那你先去忙你的事好了。练武不着急的，反正以后有空的时候再练吧。启凡，那你要是没事的话，跟我们一起去吧。你说的是去见你那些道场的朋友吗？我不太想去。不是的，放心吧，他们吃不了你的。走吧，走吧。梅香，你今天的妆容特别的漂亮。哪有，我一直都很漂亮。哎呦呦，臭美呀、啊！哎，惠子来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惠子，你总算是过来了。惠子，你今天特别漂亮，是吗？那是自然，没看我们惠子今天旁边有位俊卿相伴，女为悦己者容。惠子，还不给我们介绍一下？好，这是启凡，启凡，这是我的三个中国朋友，美香、小丽、小芳。大家好。启凡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以后常和我们惠子一块儿出来玩啊！来来来，快点，俊卿，快点，坐吧，来吧，快点。我们开始吧。哎，好久没打牌，我手都痒痒了。是啊，这手痒的。我不会玩。不是吧？哪有男人不会玩麻将呢？就是啊。没关系，启凡，我教你。哦，你放心，有惠子当老师啊，你一定赢的。那你们玩多大的呀？我们玩的都是小牌，拿它打发时间用。你呀、啊，可得让着我们点儿。让呀。来来来，来吧。摸这里。哦。我们胡了。啊，胡了。来来来，筹码筹码筹码。胡了。哎呀。哎，我们又胡了。你来，我来。我们又胡了，哎呀，胜率也太旺了吧！真是又胡了。给，哎呦，拿去拿去，是。今天我们输惨了。对呀、啊，惠子，你确定启凡是第一次打牌吗？当然了，启凡今天是第一次玩，就赢你们这么多钱。我一定赶紧拿钱，快点！我一定要把钱赢回来。来来来，给你给你。嗯，你的你的。那启凡给你。哎呦，我们输惨了，真是的。原来你们玩的那么小啊？当然了，我们只是娱乐一下，不赌博的。哦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下次还要一起出来玩啊？这运气好起来啊，是拦都拦不住。哎，姐，要不要吃花生糖？谢谢。可甜了。哎，看你春光满面的，有什么喜事儿？从实招来。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心情好。启凡，你好。你这一天到晚不见人影的，都跑哪儿去了？娘，来来来来来，坐。娘，我就是出去逛逛。启凡呐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你看看你大哥，他就要参加比武了。每天不仅要抓紧时间练武，还要打理药房的事，整天是忙个不停。你呢？你看看你，整天跟个没事儿的人似的，就知道瞎逛。别忘了，你也是。娘，你吃一个，可好吃了，可香可甜了。就知道糊弄你娘。走了，玩去了。你看看你这个弟弟。二娘，喝茶。几位师傅，咱们准备助阵。好啊，
叶师傅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听说叶氏武馆派叶少爷参赛，现在天罡拳又可以发威喽。我的确是派犬子上场，不知道郭老师傅派哪位爱徒上场啊？你们白鹤门的八卦掌，那可不是一般武功能招架得住的。叶师傅过奖了，这次我派大弟子王其生上场。叶师傅好。嗯，贵公子一表人才，天资非凡，是习武之才啊。过奖了，他呀就是以擒捕捉，哪谈得上什么天资啊。啊，韦师傅。哎呀，韦师傅三年前就是擂主，我可早有耳闻，韦师傅是教子有方啊，想必这次的擂主非神州武馆莫属了。你们这帮中国人真是大言不惭呢、啊、今年的擂主非我莫属。景上，看你在沧州开了个道场，勉勉强强算是个武馆，也是我们中国人大度才给了你机会参赛，但是这儿容不得你撒野。沧州是武术之乡，你想当擂主还问沧州各武馆同不同意？哼哼，你上场比赛吗？如果你不上场就闭嘴。行了，各位沧州武术界的朋友，还有两天就是我们沧州三年一度的武术擂台赛了。参赛的武馆很多，我们分两组进行决赛，最终胜利者进入总决赛，争夺擂主。现在抽签。魏启明，看来我们马上又会在擂台上相见了。我劝你还是弃权吧，以免被我打得一辈子都起不来。那就放马过来。叶正南，算你小子运气好，没跟我分在一个组里。不过我祝你好好打擂，到时候决赛大家可以碰到哦。哼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少吹牛了，小心牙全掉了。哼，正南，怎么样了？比赛分成两组，我这组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启明初赛就要面对井上，我担心他过不了这一关。哎呀，那启明是不是很失落啊？没有，我觉得启明很有信心，觉得可以打赢井上。可是你说你之前跟启明联手都打不过井上，他的自信从哪儿来啊？最近我们都在加强练武，启明应该也有很大进步，既然他这么有信心，我想他应该有几分把握吧。桃木牌了，桃木牌，桃木牌，保平安的桃木牌，带来好运的桃木牌了，买桃木牌了，保平安的桃木牌，哎，带来好运的桃木牌，保平安的桃木牌嘞，买桃木牌嘞，桃木牌，桃木牌，带来好运的桃木牌。哎，小姐，买块桃木牌吧，保平安的，来吧。你看，我买一块桃木牌，谢谢啊。
桃木牌了，桃木牌，桃木牌，保平安的桃木牌，带来好运的桃木牌了，买桃木牌了，保平安的桃木牌，哎，带来好运的桃木牌，保平安的桃木牌嘞，买桃木牌嘞，桃木牌，桃木牌，带来好运的桃木牌，桃木牌，保平安的桃木牌。慧，倩倩，你找我呀？这是你哥的衣服，你帮我还给他。我哥的衣服怎么在你这儿啊？嗯，他那天来找我，不当心把衣服弄破了，我就替他补了一下。啊，所以我哥的衣服破了，是你帮他补的？别胡思乱想了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的。那既然没什么，你自己还给他呗。这样不好吧？毕竟你哥他现在和文丽……倩倩，虽然你做不成我嫂子，但是你和我哥还是好朋友啊。再说，我哥还是很关心你的。真的，他很关心我。当然了。走，咱们一起进去。走啊。有人找你。谁呀？启明。你们先聊。衣服补好了。你现在这手艺啊是越来越好了，都像新的一样。谢谢你啊，倩倩。哦，对了，听我哥说你擂台赛和井上一组。是，我确实跟井上一组，这次可能输定了。你想想，我连你哥都打不过，怎么能和井上打呢？不管怎么样，这场比赛肯定输了。你嘴上这么说，其实很想赢，是不是？想赢又怎么样呢？正南有蒙面侠教他武功突飞猛进，可我呢，有谁来帮我呢？反正怎么练都是这样，老天爷一直对我是不公平的，什么都没给我，反正我什么也得不到。总而言之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差你哥一截。算了，不说了，在这儿待着闷，出去走走。嗯。谢谢你陪我。哎，小心。启明，倩倩。文丽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啊，你快要参加擂台赛了，我买了一块桃木牌，是保平安求好运的，送给你。啊，谢谢啊。你们聊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你去干嘛去啊？不是说好了要去河边逛逛的吗？是，你们去吧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哎，文丽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我们走吧。
启明，你和文丽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。你别瞒我了，看你们俩刚才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们之间一定出了一些问题。我和文丽没什么问题，是和他爹。算了，不说了。哎，我听说，听泽慧说，你和竹内先生现在关系非常好，有这事儿吧？泽慧瞎说，我和竹内先生没有什么，我们只是见了几次面，连朋友都算不上。泽慧呢，虽然顽皮，但她也不会说谎。算了，你们女孩子，这些事我也不便多问。哎，启明，我和竹内先生真的没有什么，虽然他是日本人，但是我觉得他人不坏，请你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跟他真的真的没有什么。你想想，一个漂洋过海到中国来的日本人，可能只有你会觉得他好吧，他应该也会很感激你，你又这么善良又这么漂亮，他可能对你有好感吧。启明，你说什么呀？我跟竹内先生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虽然他说我是他唯一的中国朋友，但是我心里面并没有任何的想法。你别着急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不要想太多了，我也没有别的想法。我们去走走。启明，我们都出来一整天了，还要在外面吃饭吗？青青，你再陪我一会儿吧，我不想那么早回去。你不想回去？我一回去呢，我爹就得问我练没练武，打没打理好药房，每天都是这些，我真的很烦。老板。哎，来了。哎，魏少爷，今天想吃点什么？倩倩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一碗面就好了。一碗面，两壶酒，一盘花生米。哦，哈，你就只吃花生米啊？我只想喝两杯酒，我看着你吃就好了。来，您的酒，您的面，啊，菜齐了。启明，你这样会醉的。倩倩，我就是想喝醉，喝醉了我心里就痛快了，就好受。我一整天跟着你走来走去，总觉得你心事重重，可每次问你，你又不肯说。没事。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告诉我吧，说出来心里会好受点儿。倩倩，我真的很苦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都看不起我？你表舅也看不起我，他说我是一个无名小辈，配不上杨文丽，不可以和杨文丽在一起。但是我的辛苦，我的努力，他从来没有看过。我打理武馆，打理药房，我每天有多累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这些努力没人理解，没人知道。我就是这么做，他们还在说，说魏启明，你就是一个靠爹的儿子。
这次比武是我唯一一次出人头地的机会，但是他们又安排了一个什么小鬼子和我打，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就是再练上三年再练上五年我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爹对我的期望非常非常高，他希望我为沧州武术界争光，希望我为神州武馆争光，希望我为师爷爷争光。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？没有人能理解我。芊芊，我不怕和这小鬼子打，我知道我如果输了我肯定会很丢人，但是我不怕。但是芊芊，你知道我怕什么吗？我怕我输了以后别人说我魏启明狗屁都不是。你醉了？我醉什么醉啊？你给我，我比谁都清醒。你不能再喝了。那好，你听我说，比武就一定会分胜负，凡事尽力就好，一次输赢没你想象中这么重要。真的不重要吗？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输了比赛你表舅会更看不起我，他会觉得我一文不值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和杨文丽再在一起，输了比赛就等于输了杨文丽，别人会更觉得我是一个靠爹的儿子。我魏启明，我魏启明为什么不能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？酒呢？哥，慢点，齐凡，快，哥，哥，哥，你怎么喝成这样了？咱们进去吧，走。倩倩，我哥怎么喝这么多？你们照顾好他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倩倩，来，哥，慢点。启明怎么了？爹，哥他喝多了。擂台在即，启明醉成这个样子，他心里压力太大了。你们都去吧，我来照顾他。娘，我们走吧。启明，醒醒啊！走，娘。来。启明啊，睡吧啊。让你上擂台可能是爹的错呀。倩倩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我今天一整天都没见你，干什么去了？我今天陪了启明一整天。那文丽呢？她有些话不可以跟文丽说的。她有什么话不能对文丽说，那对你说？
启明今天喝得烂醉，才终于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他现在很痛苦，表舅看不起他，不同意他和文丽交往。他想赢得擂台赛翻身，可他根本就不是井上的对手。他和文丽可能真的没机会了。我说这两人怎么那么奇奇怪怪的呢？原来是表舅在反对。哥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启明吗？去劝劝表舅吧。其实启明很优秀的，希望表舅可以认识到这一点，放下对启明的成见。其实呢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总会有办法的啊。是东泰派的朱春勇获胜。承让，下一场是何时到场的井上对白鹤门的王其生。暂时切磋武艺，你竟然要人性命！上了擂台，拳脚无眼。因为上的人都签了生死状，他死是因为学艺不精，死了活该。小鬼子，
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。叶师傅，这样不行，这样擂台赛的规矩就全都乱了。裁判，这个井上根本就不是上擂台来比武的，而是蓄意来杀人的，这样的人应该终止他比赛，取消比赛资格。明天是我跟你儿子比武，你怕我杀了你儿子？哼，上这个擂台的都签了生死状，凭什么取消我资格？景生，比武只是切磋武艺，何必取人性命？哪这么多废话，赢就是赢，明天让你儿子早点来，我认输，要不他一样死定了。走。什么？白鹤门的大弟子王其生被井上打死了？是啊，娘，那个井上心狠手辣，王大哥都已经打输了，但是他还不放过他，直到把他打死才罢手啊！啊，启明，那你明天要和井上打，岂不是很危险吗？哥，明天你该怎么办啊？洪生，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？启明明天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启明啊，今天看井上打了一场，他的武功确实比你强多了。今年的擂台赛就算了，我们神州武馆弃权了。你明天不用上擂台了。临阵退缩，会被整个沧州人笑掉大牙的。以后神州武馆还怎么在沧州立足啊？我宁愿失去武馆，也不想看着你命丧擂台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，咱们就先忍着吧。爹，我不上擂台，就是给神州武馆丢人。我宁愿死在擂台上，也不做缩头乌龟。启明啊，面子到底没有性命重要，明天还是别去了，听你爹的吧。是啊，大哥，我们是担心你出事儿啊。是啊，哥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等你以后武功比井上厉害了，你再和他打吧。嗯，我明天无论如何都要上擂台。哎，洪生，这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这根本就不是比武，这是杀人。小鬼子太猖獗，我恨不得亲自上台把井上那个小鬼子打趴下。哎呀，你老了。那个小日本鬼子这么厉害，你要是打不赢他，有个什么闪失，那怎么了得呀？谁说我打不赢那个小日本的啊？我不上台，那是他根本就不配跟我过招。你呀，还是为郑南想想吧，说不定有一天，郑南真的会和他交手的。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启明，明天就要上擂台和井上比武了，万一井上还是那么出手毒辣，启明就危险了。你就不用担心启明了，启明这小子精明得很，他要是打不赢啊，他就会跑。我想明天他未必会上台。不，启明一定会上台的，这次比武对他很重要。不行，我得回去让我爹叫停这场擂台赛，本来只是普通赛事，结果却变成了杀人屠场。就算是你爹出面，也是于事无补啊。擂台赛有30多年的历史了，规矩从老祖宗那儿就定下来，上台之前都要签生死状，打死莫怪。你就是劝动你爹，怕也劝不动沧州武术界的人。难道我们就看着启明去送死，什么忙也帮不上吗？
文丽，你和魏启明那小子很熟悉吗？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呢？我娘，启明跟我们也算是一家人，谁都应该关心他。爹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魏启明，自求多福吧。就要和井上对打了，我听爹和哥的语气，他这次是凶多吉少，我怎么能看着启明去送死呢？启明，你明天别上擂台了，我听我爹和哥说，那个井上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倩倩，你觉得我是那种贪生怕死、临阵脱逃的小人吗？况且是对待日本人，更不能心慈手软。可是真的很危险，我不想你出事。倩倩，你真的担心我吗？我能不担心你吗？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。我有一个办法，能保我平安无事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今天晚上井上和那帮浪人会庆祝今天擂台赛打赢，地点就在乐府楼。你和竹内俊彦不是比较熟悉吗？你想办法把这瓶酒给我送过去。这酒，其余的你不要管，只要明天竹内俊彦把这酒送给井上，井上喝了酒，他在擂台上赢不了我。可是，倩倩，你不愿意帮我，我也不会为难你，大不了死在擂台上。启明，我不是不愿意帮你，只是这个做法。倩倩，你还记得白鹤门的王七生是怎么死的吗？当时他死的时候血肉模糊，死不瞑目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对日本鬼子心慈手软的话，最后死的只有我们。好，我帮你，只要你能平安地回来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竹内先生，叶小姐，你真的已经回来了？啊，刚回来。叶小姐找我有事吗？有人送了这瓶日本清酒给我爹，但是我爹他最讨厌日本人了，他肯定不会喝的，我就想到可以拿来送给你喝。你在外能喝到自己家乡的酒，应该会很开心的吧。叶小姐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，我的确是很怀念清酒，谢谢你。你可以和你到场的朋友们一起喝。他们不是我的朋友。叶小姐，其实今天在擂台上我看到了井上君的所作所为，他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对生命这么残忍。现在因为这件事情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我知道竹内先生和他们不一样。我请先生喝酒，先生不请我吃顿饭吗？当然，
叶小姐想去哪里吃？我想去乐福楼。啊，